错过深圳华侨城升值，不能够再错过肇庆华侨城。肇庆华侨城拥有大型发展规模，香港最快约80分钟直达肇庆，做华侨城业主，享受湾区生活。安坐香港 V 家提供湾区置业一条龙服务，详情咨询肇庆华侨城香港专业代理商 V 家物业联展中心6677-7865。好啦，嗱咧就好，小師過嚟先。咁咧就其實咧呢一個裝修標準呢個樣板房咧，阿 Match 已經出咗一集咧，好詳細介紹噶啦。咁咧咁啊，因為大家睇到條片咧，即係我哋萬達廣場嗰個毛坯房咧，就跟呢個裝修標準嘅。而呢個裝修標準咧，其實就真係性價比係最高啊，因為1980蚊，性價比係好高嘅嚇。咁啊，應該我帶大家睇睇。咁咧就，但係因為咧當時就我唔喺度啦，咁好多觀眾話沈博士。我要替你親自介紹，因為咧就係咯，咁唔緊要啦，我再上嚟咧簡單再介紹多次啦，好嘛？咁咧就如果所以咧，如果大家係有興趣買嗰個華發四季的話咧，咁我哋跟個裝修就同呢個係一模一樣嘅。OK， 呢個就係我哋嘅樣板房啦。首先睇個廚房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廚房基本就一件頭、兩件頭同埋個爐三件頭啦。OK， 咁啊同埋呢啲瓷磚啦。咁啊，地下啦，啲櫃做好曬噶啦，啊，咁呢個門咧就拍門啊彈出嚟嘅 ，OK， 啊，咁啊，
OK， 插蘇做齊曬噶啦。而呢個台咧有防水邊嘅 ，OK， 唔怕啲水溅出嚟嘅嚇。咁一個不鏽鋼嘅升盤啦。嗱，啲牌子嗰啲咧，如果大家想清楚，因為我唔夠阿 Match 咁熟，因為始終呢個都係我哋 V 家裝修公司阿 Match 嗰邊負責嘅。咁大家都係嗰句，你可以睇翻阿 Match 嗰條裝修交流標準嗰條片，嗰條片叫做 V 家。呢、这個 V 加呢個裝修交樓標準嚇呢條片 OK 嚇，咁啊就冇啊，廚房天花吊門 OK， 吊門齊曬 OK， 嗱咁頭 OK， 咁咧就地下咧就係、是、呢個金屬地腳線嚟嘅嚇 OK， 咁啊當然咧插蘇啊同埋呢啲燈掣咧，我哋全部都一定係足夠咧你以後嘅使用嘅嚇，咁、啊、呢個門咧就推拉門啦，咁啊地下唔會有軌道啦。OK， 啊，咁啊，啲顏色咧 OK 嘅，啊，咁啊白橡木色啦，咁咧就 OK， 咁啊地板啦，系房系地板嘅，出边系砖嘅，吓，咁啊而且个窗台，个窗台呢个砖嘅咁样嘅颜色嘅，嗱当然啦，我哋华发四季咧，基本啲窗台都打晒噶啦，同你落翻晒玻璃嘅 ，OK， 窗台打晒落翻晒玻璃嘅。咁就門就係咁樣樣噶啦，啊，有條金屬邊，有鎖，好實淨嘅 ，OK， 啊，咁成套襯曬噶啦已經 ，OK， 啊，咁咧我哋全部都係有呢個吸頂天花嘅，亦都打咗啲燈喺度嘅 ，OK 嚇，咁就睇下仲有咩先啊，地下啦，就係啦，我哋咧係會有主題牆嘅，嗱，多數交樓標準咧，出邊啲發展商裝修咧。都不會有主題牆，因為做個主題牆很貴嘅，咁我哋要跟埋呢個主題牆的裝修。其實呢個單位咧，我哋已經係同個客做好嘅，啊，而家呢個單位就係會交俾佢入嚟住嘅，咁佢會買電視啊，買 sofa 就入嚟已經居住啦，佢唔需要自己再去整個主題牆嘅啦，已經嚇，咁啊齊曬啲插蘇，齊曬嗰啲天線啊，齊曬嘅啦已經嚇。OK 啊。咁咧呢度亦都有個插蘇位咧，俾你安呢個電窗簾啦，啊，或者安冷氣機啦。咁冷氣機咧，你可以安坐地又得，你可以安天花冷氣機又得。好，睇睇個露台啊！啊，而家都開始天黑啦。咁啊，露台就鋪翻磚啦，咁啊，同埋做翻斜水啦。咁斜水你放心啦，即係我哋 V 家 check 曬噶啦，驗樓嗰時都 check 曬，有曬斜水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啦，華發四季呢個咧就應該就我就有一邊個露台咧，個露台就冇咁大嘅。咁就另外一個房啦，房就一模一樣噶啦 ，OK， 都係窗台石啦。嗱，不過講明嘅啲窗台石咧，佢冇咁大塊入唔到電梯嘅。咁如果嗰個窗台太長的話咧，就可能要分兩塊。不過華發四季係基本應該我冇記憶冇錯係基本好似冇窗台，因為佢窗台係打曬落嚟做房嘅。好，主人房，嗰個洗手間先。嗱，個洗手間就係咁樣嘅 ，OK。啊，咁啊呢啲用具齊曬啦，啊，咁有觀眾問我嗱，呢個咧，我哋係有個幾高嘅一個嘅嗱呢啲門啦，啊去水位啦 ，OK， 咁有人問話啲側門係木嘅嗱，佢呢啲咧係包呢啲叫防火膠板，不過係木紋嘅防火膠板，啊，咁咧就唔係木門啊，即係有啲觀眾問你木門會唔會慢慢喺洗手間驚潮濕啊，驚霧？呢啲係完全係防火膠板抹得，只不過隻色咧係襯翻嘅啫。其實呢一隻木防火膠板嘅質地同呢個咧係有啲唔同嘅。OK 啊，咁全部都係防火膠板，只不過木紋嘅啫。咁就當然啦，咁嘅價錢我哋都唔會俾實木真木俾你啦，係咪先嚇？咁但係咧，防火膠板咧就襟用咯嚇，抹啊清潔咧都方便嘅。好，咁就嗰、那個啊，阿埋水，咁嗰、那個阿華都睇。咁啊，呢個就鏡櫃啦嚇，咁啊鏡櫃係由頭做到落尾嘅，啊咁裏邊有曬一格格㗎啦嚇，好方便用嘅嚇，就由頭做曬落尾㗎啦。OK， 咁咧。咁而嗰個洗手台咧，就做到呢個位置，廁所呢度，呢、這個我做埋格噶啦已經，啊，十分之實用，插蘇亦都有喺度，啊，個插蘇有蓋嘅嚇 ，OK， 防水插蘇蓋，咁啊，個門咧就有個手柄拉開門啊，咁啊嗱，我裏邊都做埋木噶，裏邊都做埋膠板噶，啊，見唔見到？裏邊好靚仔嚇，全部都做曬防火膠板，
呢係防火膠板，唔係實木，唔係真木。真木就真喺洗手間就係會驚佢慢慢潮濕啊、漚爛嘅。咁配呢個磚，咁呢度有另外一隻磚分隔咗佢嘅。啊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、OK， 咁呢個就是主人啦，廁所啦。咁冇乜特別，同頭先個差唔多嘅啫。OK， 啊，同頭先個差唔多嘅啫。咁就。但呢個木門咧，呢、這個廁所門咧，我中間去做咗個磨砂玻璃嘅，就起碼變咗有人用廁所都唔使開門都睇到有冇啦嚇。咁樣我都覺得呢個設計 OK 嘅嚇。咁、那個房咁啊冇乜特別啦，房裏邊係有吊天花噶，房係有吊天花嘅。咁如果有吊天花嘅部分咧，我哋都有射燈噶啦。OK， 嗱當然咧，我哋跟嚟咧就跟呢一隻就平啲嘅燈嘅。但是咧，其實我有喺老闆嚟咗係燈廠嚟嘅嚇，咁佢都話咧，我哋會咧就另外有一個燈嘅套餐，即係話，我想要啲靚仔啲，唔使話自己慢慢做。嗱，通常呢啲燈你肯定換噶啦，唔會用啲雜燈咁靚嘅屋。咁咧，我哋會另外咧呢個1980蚊，如果你要啲靚啲一套嘅燈咧，咁其實阿老闆係直接廠家嚟嘅，佢咧就都會有一個燈嘅套餐啊，即係譬如飯台燈啊、大廳燈啊、睡房燈。佢個燈個套餐到時會報價，嗱、这、呢個另外係另外計㗎，但係而家大家見到呢啲咧就包曬㗎啦。OK， 呢啲好普通嘅燈我係包曬，呢啲天花嘅打影嘅燈啦，同埋呢啲射燈係包曬㗎啦。嚇、啊，咁就嗱喺房咧就唔係金嗱、啊、房咧就唔係金屬地腳線嚟嚇，啊用翻呢只地板木嘅地腳線嚟啊，講明先 OK 嚇、啊，因為房如果用金屬地腳線。有啲人又覺得唔係好襯咯，即係用翻木紋就 warm 啲咯。嗱，呢兩盞燈都係咯，呢兩盞因為到時呢個係飯廳係咪？咁飯廳到時梗係裝翻個飯廳燈啦，可能即係有啲形狀睇下啦。咁呢個就電視櫃燈啦嚇。咁到時咧個燈嗰方面咧，我另外有一個燈嘅套餐俾大家嘅。咁啊，基本上因為我都係匆匆忙忙過嚟噶嚇，咁啊基本上咧就呢個華花色櫃，到時總之咧喺個鏡頭面前，我如果拍曬俾大家睇，介紹曬嘅就係、是、跟呢啲裝修咁啊，大家去放心嗱，可以今賣9500蚊一平，咁啊加埋1980，咁就差唔多就係11000幾蚊就連埋裝修嘅 ，OK， 咁啊冇計錯係11000幾蚊連埋裝修嚇，咁咧就喺沙溪嚟講。華發呢個品牌嚟講，咁我覺得個性價比非常之高嚇。咁啊，以前冇裝修跟，咁我就唔敢立亂介紹啦。咁今次有埋裝修 V 家嘅套餐跟俾大家，大家親眼睇到值唔值？值唔值？大家自己去決定啦。好，咁啊唔講咁多，我同我老闆就睇啲燈嘅套餐點樣先。OK， 咁啊好多謝大家收睇嚇。咁啊，如果對呢個華發四季或者對呢個裝修套餐等等咧，有任何嘅問題喺下面留言俾我哋啊。OK， 拜拜。